For more videos, please subscribe. 007.叫什么名啊？心理作家。OK。说病人还是？好，说病人啊，你爸爸的嘛。潜伏。对。然后他是为了什么东西来吃这个三天的？因为他那个肺癌，然后呢又扩散，那个状态很不好，一个脚，一个手，就左右手右脚没有力，走不了路。啊。然后你今天是第几天呢、啊？你吃这个？是算第二天，昨天晚上到。对。然后今天的你感觉到怎么样？今天他就排了三次便嘛，就是按照正常来讲就没有吃很多的其他东西都没有吃，就是喝了这个果汁，然后就排了很多便。啊，这个是有感觉。那脚的也是有进步了。对。然后我就等三天看了就对对对，谢谢，就是我用我的头发啊，用你办法没有给他都知道 ，last 不知道啊。身体呢，你一定要喝这个东西，你一定要 fasting， 不要再吃另外一个，你好了，一个人的 cancer 要好。最少三个月，三个月是我们的细胞换到我们天天的细胞死掉的。我现在我出来，我的细胞有之后是一万个死掉，但是我喝水果一万个就 replace 新的了。今天，明天我喝水果我又是这样了，明天我喝羊糟了喂，那个就是糟的。细胞了咯，对吧？如果我天天喝90天，我的血是很好的。好像你累啊，现在你关眼睛听我讲话就可以了，你的眼睛一定要关，你不关你累你就睡，然后你的细胞90天那很好了。2年啊，你看你整个人就不同了，因为身骨换个了了，包括你 liver 啊，你这个骨头啊，他俩换回新的个了了，明白啊？2年就看这个人不像了啦，这个安哥话都是人高贵了啦，你一个一个高贵高不贵了？我不会看这安哥的，单姐了。OK， 还有什么？来，今天我来到这边呢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拿到我很多的资料，听听。这个红牛的这个就是说，我们每天脚要你每天脚 fresh 的是吗？可以，因为它不可以收的哦。可以三天，收三天可以啊。可以，你放在冰橱。flow 就是给三天。哦 ，OK。现在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啊。因为我的解释啊，很 simple 的。对。啊，没有给你们乱的。啊，如果那个东西啊。是不好的，我就给一个名，就给你们复杂的，那个复杂的是有问题的、啊、每个东西有复杂的，他讲话有复杂的，好像我出一个产品，他写的，这什么来？不懂你又拿来吃？你看伊的营养，你写又会还有维他命的名，你不未晓的，你去给他吃就。你买给你孙子的一包米啊，不带做鸡，不黑米黑米，我出的不带黑米啊，不晓，不晓就买给你孙子啊。反式脂肪。我讲的，心不，给你们了解，你们也是一个师傅了吧？现在你们也是可以跟人家讲什么，你就讲，糖尿病可以好的，肾素质可以好的。可隆的人每一天他一定要大便的，他拿出来了、啊、他也要大便的，要小便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中 cancer 的，没有去医疗会死掉的？
有没有？嗯，每一个都是去医疗了才死掉的，有没有？跟那个医个死的哦，再去吃猪肉，又吃那个八角的骨头，一猪肉都无好是便宜的吗？一 number 呢吗？但是身骨的物件是无好的哦。Mula-mula you datang sini macam mana? Sangat. Ha, jalan mau jatuh. Ha. Sekarang 3 hari boleh lompat. Saya boleh lompat. Sangat-sangat ya? Sangat-sangat. Betul ya? 3. Ha. Ha? Dia ha. Macam mana sangat-sangat you jalan bagi saya tengok. Oh, ini macam apa? Ha? Ha?